由 Square Enix 与网易联合开发的《百万亚瑟王》系列最新作《交响性百万亚瑟王》也在日本展开封测喽。玩家这一次一样要扮演亚瑟，对抗来袭的外敌，但我们不再只是靠骑士们战斗，而是自己也要下场战斗的动作游戏模式。玩家将可以扮演骑士、枪兵、魔法师、主教这四种职业的亚瑟，并带着两名骑士一起上场作战。除了可以施展不同职业的技能之外，还可以累积愤怒值来施展强大的奥义。有时候在战场上还会发现野生的骑士，这个时候只要击败他，就能够把他抓回去变成自己的骑士哦。